很激动啦，对啊，很开心啊。但我第一时间就想到，那不知道王海有没有入？就他说很，他说岁啊，恭喜啊，一定要拿一个。我说我跟小王一起，跟你一起。对啊，那你当下有很激动吗？刚刚讲的。有啊，就是没有，就是在门诊趟旅程当中结束，然后有一个访问，是在那个访问当中才说，其实这个小孩身带力量很大，对啊，就觉得他就是他所处的环境，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他其实还想的是要怎么样改变大家的生活。那你有领养就是会有，其实你说一直只要生一个小孩嘛，这个有一点远的、啊，对，毕竟还有很多方式可以照顾小朋友，对吧？一年都有在就是资助一些小朋友。我们第一个那时候好像在公司入围的时候，然后就被别人邀请去，对耶，电视的事情。电视的事情，那后来电视，因为就入围者就有一台电视嘛。对。那后来你妈打电话跟你说要电视。还在等他们答案。到第一时间就想说，那不知道王海有没有入围？就他说很，然后说岁啊，恭喜啊，一定要拿一个。我说我跟小王一起。跟你一起入围。对，就这两个角色，然后到一起。上课啊，被培训啊，就被拍演，都是我觉得我们都是互相在发挥新的人物，嗯、包括宣传啊，大家都很辛苦，对对，是，我觉得大家就是整个团队都很尽力，所以就会希望大家都一起努力，要靠指导。但如果有一起工作，或是有什么东西要找我们一起，我觉得蛮好的。我觉得是那个通风采光。我帮你换最重要吗？相机吗？一方、两方？我觉得发现很重要，两到三方。这么不奢侈，两到三方还好。这你看我就是太大一点。要打扫也是蛮辛苦，对啊。